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7号下午12点48分，午餐时间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只 YTL Power， 这只股呢有在我的微信小组里面向所有的会员分享。首先呢，当它在这边盘整的时候，然后在这一天呢就突破了这个盘整区，那时候呢就有在我的小组里面提醒大家，过后呢它就飙上去，飙上去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呢它慢慢的就形成一个 top 一个头，而且在更早之前我曾经在 YouTube 分享，就说如果它跌破这个颈线就要跑命，如果你有看到那个视频的话呢，就打上5给我知道一下。更早之前你可以看到呢，它股价当它跌破这一个筹码阻力线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一个卖出讯号，所以如果你买在这个价位4块钱，卖在差不多4块9，我觉得也是不错的。它跌破之后呢，这个肯定是一个跑命啊，而且你可以看到呢，应该是比早一天就可以跑命了的，如果你有 follow 我的这个 YouTube 视频的话，你就会跑过这一节。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很清楚的看到呢，它呢这边有一个满足，这边有一个满足，就在我的 WhatsApp 小组里面我就提醒会员说，哎，好像又要到这个价位了哦，到回我们之前的这个价位，这个价位呢可能又是一个机会，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价位，跌幅满足刚刚好，所以呢就大概是在4块钱以下的时候就开始布局。好，那这一两天呢果然呢就是在这个价位呢就止跌，然后就弹上去，今天弹上去的时候呢就突破了所有的筹码阻力线 4.29， 有跟到的股友呢当然也是赚钱。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你可以看到呢这边有一个估值，这个估值呢就是当它股价大跌的时候，不只是 YTL Power Bar 的，还有很多股今天早上我都有分享在我的 Facebook 跟这个 Telegram， 你们去可以看一下。这估值呢就是说，哎，股价大跌是不是有机会去捞一些便宜呢？其中一个呢就是 YTL Power， 你可以看到呢这边有两个价位，就是说如果它是在处于4块7或者是更低 4.27， 这两个价位都算是便宜价来的呀，现在是 4.29， 才算是便宜的，贵的话呢就是在这个6块钱以上就是贵了啦，这个大家小心一点。所以有配合这个基本面，配合这个技术面，加上这个估值，心中有价，买的安心，所以就很多朋友呢就买在大概是4块钱左右啊，今天就赚钱了。所以就想向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个是我们是怎么去操作的。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的股价呢是已经站上去的这个指示线跟这个回撤线，很明显呢它下一个阻力线呢就是这个之前的这个 M 头的顶线，大概就是 4.6 就是它的第一个阻力线，更高呢就是 4.9， 也就是这个筹码阻力线的蓝色线，这边就是它第二个阻力线，个人认为呢它很大机会呢有机会去挑战这个 4.62 啦，因为它才是处于这个便宜价的这个区里面，然后要去挑战这个蓝色线，挑战蓝色线呢这个就不知道，这个就可能要看一下先，也就是说它很大机会呢突破这个颈线，然后在这个 4.94 的时候呢就被挡下来，当然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。当然如果你有，我也是提醒所有的会员说，如果他们有买到的话一定要有这个止损啊，当然这些都是一个案例的分享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
只是说，当它突破这个底部的这个区是一个买入讯号，再破这个筹码阻力线是一个卖出讯号，再破这个颈线 M 头，怎么去预判它的这个跌到什么价钱？这个也是个技巧来的呀。So 大概呢就在4块钱，然后200天均线跟这个筹码峰也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撑，再加上这个基本面。So 配合起来呢，我觉得还是 OK 的，还是可以抓到一些比较便宜的股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如果你也是想免费的加入我的这个 WhatsApp VIP 小组，你可以去留言区了解详情。如果你已经不符合资格，就是说你已经是某某马来西亚的客服的话，这样呢你就不可以免费加入。如果你愿意付费的话呢，你可以找到我的 WhatsApp 号码，直接联系我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在留言区打上一，给我知道。如果你想学到更多类似的技术分析跟基本面呢，又打上八吧，给我知道吧。如果你有什么苦想问我的话呢，也是可以在留言区写上来。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也会发布这视频分析一下。谢谢大家。